道歌调记的流行歌曲，要搜寻歌曲前面都加井字哈，然后在频道的社群发布啊贴文发布，然后有超连接功能，现在要点按第22项相似合盘。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啊，歌唱的影片资料库啊。目录啊，你看这内容很丰富啊。那如何把这个歌曲加入播放清单呢？找找看看，声音时间比较短的那个才是啊。啊，如果长的也可能是，但是可能是整套的。现在选会议清单是要选蔡琴啊。最好先找那个，女生的蔡琴的，然后来储存到播放清单，然后第二项到歌调记的歌曲整合完成，写那个比较熟悉的了。